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Chang 陈真人，欢迎来到我的 Music Video 的幕后花絮。然后这一次在筹备这个 MV 呢，我用了大概30天左右了，因为要叫我的朋友一起拍，因为他们是完全是不会拍的，因为有的是做厨师，有的是做洗面的，有的是睡觉起来就放狗，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做工，不用做工，因为他是 pension， 对，全部都叫来帮忙这个 MV， 不是专业的，可是变成很专业帮我拍这个 MV，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看这个我们的爱，现在就要看。Simon, OK， 我说我在这个 MV 担任的那个岗位就是 cameraman。当导演来找我，假如说他要拍这个 MV 所需要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就带他这边看，所以我看的他觉得哎还不错，还满意，够肮脏，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就开始编排了你看这全部的palettes 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MV。终于到，最重要是终于到了，谢谢。感谢主，导演的那个 multitasking 的能力，他一人可以兼顾导演、拍摄、灯光、演技、跳舞，还有唱歌，什么骨头都包到。什么骨头？对，说是这个就是我看到导演最强的地方。So far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是这样子。Jin Chang 这人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对，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的非常的到位。所以，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可是他也是要把我们，就是train到专业的那个 level。这个就是Jin Chang真人的那一个最特别、最强的能力。叫我是 Angela 黄淑琴，担任的角色是做进的女朋友这样子吧。就是第一次听我就很喜欢他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很有 feel， 然后他真的是有一种一个唯美的爱情这样的感觉。开始他给我听这首歌过后，我就马上答应了 ，right？ 是是，对。因为开始的时候之前他跟我讲什么啊沙滩什么什么，我都没有讲。然后我被他那首歌征服了，我觉得他蛮 talented 的，有 instead of like a。Not just acting and all those arrangement, right? 我记得有一次来什么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些东西 equipment not functioning or some sort, right? 他连那个what is that called mineral water 的 plastic, right? 然后不知道他怎样弄啊，他弄到变成一个 tools, which is the effect turned out is like very 高大上的 some sort of like, wow, it's actually workable and it's actually very nice. So I'm actually kind of impressed on他的 portfolio 很广。然后 not just acting and also like shooting and 他自己干 and included the lighting and all this like 随机应变，他 basically 他包到完，所以是OK， 你真的不是用嘴巴讲的，你真的是包到完了。Well, but music video, this is our first time, so we are very excited and we are honored that we've been chosen place for the music video and by an award-winning singer someone.I feel very anxious, very happy, and it's my first experience to see how is the MV is made in reality. So I'm very excited to at this moment.After I tengok video shooting ni, so dia sangat menarik lah, so sangat enjoy lah bila tengok music video. So I dapat tahu macam mana dia orang buat music video dengan lebih terperinci lagi lah. So this is my best experience yang I dapat sini lah. 对，我觉得这次拍摄 MV 呢，所利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朋友当中，然后大家来帮忙，也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够 budget。不过把这就叫朋友来帮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观众会必须要期待这个 MV， 我们的导演怎么用普通的人来达到非常高的那个水准。对，所以来，就是你这个人就不给。为什么要叫普通人？我要给大家看那个，因为这一首歌呢是我一手包办的，全部都是自己在家里做的。我在厨房唱歌啊，在厕所唱歌啊，就录进去。
然后这一次呢更够的是我要给大家看到，就是我叫我的朋友来也可以做到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哎，朋友也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以后大家可以请他。金鹤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他是算是一个 perfectionist， 所以他全部东西都是要很完美。我也是学他的认真，他的认真，然后他能一个人他能学习到这么多不同的东西。金，我看他拍摄是很非常的认真，然后也非常的有经验，因为遇到什么难题他很快就可以解决。然后他对拍摄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识金呢，看到他是一个很用心、很完美主义、很努力的一个艺人，所以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合作会有不一样的火花。身兼多职的他呢，他也是歌手，然后他也是导演，然后他也是剪辑师啊，然后作曲、填曲，所有东西都一手包办，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支持一下创作。然后，哎，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很棒的艺人，这样子。他教我很多东西，摄影啊、电脑啊、科技的东西，全部都是我很棒。熟悉的东西，他没有吝啬，他全部都会教我们，他都全部会讲，是看我们怎样去吸收过来。哇，当然说很紧张啊，导演的要求是肯定是非常的高，所以也是尽量的去配合他的。当然，在任导演身上也学到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拍摄啊、摄影这些功能，因为我本身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从任导演身上学习到很多。当然是有啊，在技术上的挑战，希望要求更完美，这些是真的是考我们手艺人的一些功夫。第一次跟拍的这么愉快，还有冰淇淋吃，还可以剧透来一下子，那还不错的，蛮好的，他们都很好相处。君这次的歌词深一些咯，同时也 instruments 用了。不同类型的 instruments 就蛮多啦，所以你听起来很有 feel 啦，很有感触啦。嗯，我觉得他的歌是好像就是他现在唱的，俊杰唱的。现在呢，他有跟他们差不多了，相同。他的歌是现在是那种比较流行的潮流，就是好像周杰伦他们的潮流。因为将近一两个月，就大家都很累，大家都很用心去打造这个 MV， 只是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所以我觉得说，你们拭目以待我们这次的 MV 吧，一定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谢谢。Good job, people. Right. 下次还会再继续跟俊导演合作。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怎么办呢？你问这些废物啊，他肯定不会再来了。你等他睡觉了，过个几天问他，他可能再骗他回来。对，这个 skip。所以请大家要支持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金倩最新的 MV《我们的爱》，我们的金倩，我们的爱，金倩。的我们的爱哦，一定要看，一定要听啊！对，一定要支持我啊！对，好的，谢谢大家 ，Action！ 我们的爱，要看哦。干嘛？不是拍。Yeah!